就是刚刚好像被问到你的表情怪怪的哦、欸、被发现了没有啦，就想问说那因为像丰田之前也是就是男团的成员嘛，也是都会跳舞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听到你这次要推这种或是快歌还要跳舞，他有给你什么建议？没有耶、欸、唱歌跳舞建议，因为他跳舞好像也没有我厉害，所以他其实也不太能给我什么建议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他可以给我什么建议。可能搞笑方面可能真的要请教他。对，但是没有耶、欸、你们可以去逼他吗？就是买越多越好，因为我是不好意思强迫他买这样。那他没有告诉你说他不太会买？没有，就是这很，你真的很不会做人。就是在预购的时候，你应该就是要先说，哦，我要预购几张之类的。就是好朋友不是都会这样吗？就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就他有就是要为让你，因为发片是恋舞的关系，而且你们又是那个战友。我们要是战友。打遍他的朋友。哦，对对对，网友啦。战友。网友啦。对，你说慰劳我？对啊，目前是没有。或是买什么装备？那个没有装备。那个没有，那个装备就是你自己当下赚多少钱就是自己买，别人无法帮你买。所以他要去你家玩，随时可以去。去我家玩？为什么要去我家玩？那是手游，就是随时随地，比如说你在屏东，你也可以跟我玩，就是。所以你们都远距离。打电动式。对。怎么了？没有错、啊。而且我们那群组很多人啊，不一定要一定要跟他打电动啊，可以跟。因为刚好就被拍到了。哦，对。对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就是可以远距离，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怎么样？就是你说、啊、因为有时候大家一起玩比较好玩，像我跟我朋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变成他在解释？你自己问的问题，你自己在解释。我不想你为难、啊。我们就是 friend， 什么大鸡 ，OK？ 那有可能。会有发展的吗？发展看他一批买几张喽？那买几张？他买几张？十万张，差不多吧。但好像预跟唱片谈的那个首发量也没有到十万张多吧？买个500张应该可以吧？500张，500张就跟你出去吃饭，就跟丰田。对，他会是你的理想型？他应该是。Everybody 都可以接受的型吧，就是又高又帅，然后又好笑。嗯，对啊，应该走在路上很难遇到一个就是哎、欸、我讨厌丰田的人。对啊，你应该喜欢吧？他蛮好笑的。没有，我说外形。还好。哎、欸，好吧，那我还。